想用食补来护肝，当心吃出大问题。他本身就是肝指数比较高，所以他就觉得说，那我去买大量的这个血，喝自制的血汤、血精，连吃了好几个礼拜。后来他就要回诊拿药，顺便想说抽个血，就发现他胆固醇忽然飙高了。血在海鲜类里面不算是一个胆固醇特别高的，但是因为它浓度很高，反而肝没有饱到，他的胆固醇控制得更低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